你敢保证你对我说的都是实话吗？我发誓，我说的所有的全都是实话。我真的只戳了三刀，他第四刀不是我捅的，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我啊？那好，我们来说说这把刀。你第二趟去祝四平的宿舍，这把刀就真的不见了吗？不见了。我还想是不是遇到鬼了。张兄，这把刀真的不是你处理掉的吗？处理？我哪儿来得及啊？那当时钱德来红卫国一个劲儿的催，说警察来了啊，所以我们就跑了呀。如果这把刀没有不见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把刀？我扔到河里啊。你觉得会是谁把这把刀处理掉呢？反正不是我，一定是捅了第四刀的那个人，龙小雨，一定是龙小雨干的。他想杀了四平和那个罗晶晶做夫妻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不要乱下结论。你再好好想想，现场还有什么蛛丝马迹是让你觉得不对劲儿的？没有了。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张雄这个人口碑比较差，钱德来红卫国那两个目击证人以前有和张雄一道做过伪证，因此他们的供词证词可信度比较低，目前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张雄的说法，所以张雄胜诉的可能性不大。那件凶器就真的找不到吗？我们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公园、河里、海滩，包括龙小雨的宿舍、办公室，还有龙小雨和罗晶晶有恋爱关系，我们就连罗家也没有放过，但都一无所获。银行卡呢？那张银行卡也没有下落吗？我们也觉得奇怪，要么就是龙小雨说了谎话，根本没什么银行卡的事，要么就是被其他人拿走了。还有一种可能，龙小雨先给了祝四平银行卡，等祝四平死了，他自己又把银行卡拿走了。不会吧？当然这只是推测，没有证据。不过对那张银行卡的监控还没有中断，只要那张卡一旦被使用，我们就会知道。太好了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。龙小雨把这房子重新买下来，罗晶晶又搬回来住了。龙小雨挺能折腾啊，听说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是他亲自摆弄的。流水席那天是四平的生日，这事都怪我考虑不周，还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啊。考虑不周？我看你是典型的喜新厌旧。小兰，这本图册全是豪华墓地的式样，你们看一看，给四平的墓选一款样式吧。我这次回来除了给我爸修一座墓，我还要给四平修一座墓。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住过什么好房子，现在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。小雨啊，四平是一个没结婚的姑娘，按规矩啊，她不该办的那么大，她是进不了祖坟的呀。我四平命苦啊，年纪轻轻的就走了，也没个好归处。爸，规矩是人定的，为了四平，我们破规矩也没什么。
这事交给我来办了。多发几个红包，什么事都能摆平。不是姓龙的，你有多少钱呀？啊？你以为这世界上什么事拿钱都能摆平？你问没问天上的四平啊？他服你吗？他不服。七贵，咱们是兄弟，我不跟你吵。对，你现在是名人啊，啊，你是杰出青年，你都上报纸了，你啊，你还建立了龙小雨奖学金，你要真是纪念四平，那就叫祝四平奖学金，你敢吗？你不敢，提到四平的名字你就打嘚瑟。我说七贵啊，你别说了啊，就你话多。四平死了，他还活着，你活着你好好活着，你摆什么阔，你摆给谁看了你？七贵，你是四平的堂兄，你对四平有感情，所以我理解你现在的情绪。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跟你争的，以后你就会知道，不管你怎么看我，我都会把你当成亲兄弟对待。我没你这兄弟啊，现在一提四平的名字我就觉得我憋屈。七贵，你别说。小雨对四平已经尽心了，你别拿人小雨撒气了。四平要是活着，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么对小雨。是啊，你骂也骂了，气也出了，既然你们是兄弟，就应该和为贵才是啊。龙小雨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做什么了？请配合我们回去做调查。小雨，小雨，法律上来说，你不能完全认定就是龙小雨杀了朱四平。不过，龙小雨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，因为从凶器的藏匿地点来说，跟他的关系太直接了。你没事吧，静静？韩鼎。你赢了。我做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赢，而是为了真相。真相？好残酷。我一直想成全我的爱情，拯救我的爱情，但是我没想到我的爱人那么残忍。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对不起，静静，我知道揭露真相会伤害你，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公平的，法律不就是要讲究公平吗？我真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我只知道他在我的屋顶上扔了许多的花瓷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往屋顶上扔一把刀。阿娘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美好的爱情？当然有，任何时候你都不要怀疑爱情，它给我们每个人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。静静，我相信你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你凭什么相信我？
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，我不相信我自己。我相信你，因为你骨子里是个勇敢的人。我勇敢吗？你觉得我勇敢吗？你很勇敢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。你敢爬树，你敢拯救你想拯救的人，你敢面对有缺憾的爱情，我相信你，你的今后一定会比从前更好，真的。青青，你相信我吗？青青，病人抢救无效，已经走了。这，叔，哎呦，哎呀，叔，叔，主伯伯，主伯伯，叔，七贵，你们找我有事吗？我们要走了。这个你收下。这是什么？是我们那点心意。四平妈妈办丧事需要用钱。我们是什么意思？是你的钱，还是韩律师的钱，还是龙小雨的钱？七贵，你别误会，这是我跟青青的一点心意。嗯，谢谢你们，不用了，拿回去吧，我有钱。这钱你还是收着吧，我跟晶晶只是想尽一点意，没别的意思。你们脑子进水了，谁能要你们的钱啊？啊，龙小雨不比你们有的是钱，想花就花他的，想花多少花多少。他欠四平的，欠我婶的。是，他是欠你们的。这钱我们留这儿了，你自己处理吧。拿回去。走吧，小姐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你们把这钱拿回去，拿回去。韩律师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：拿坏人的钱，算不算是偷？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我就问您，算不算是偷？不管偷谁的，都是偷，偷是不正当的，是违法的。那公安局会抓吗？如果失主已经报案了，而且公安局已经发现了偷窃者，那是一定会追究的。七贵，你该不会偷别人钱了吧？我拿了龙小雨给四平的卡，我婶儿她上医院，我一着急就用了那张卡。用完了以后我特后悔，因为用了那个卡警察一定会找到我，我就害怕，我就跑到这儿打球。可是打球有什么用，我还是害怕。那张卡你是在哪儿拿的？就是在四平的宿舍，就是四平死的那个宿舍。这么说，那天晚上你在案发现场？奇怪，你在案发现场啊？那你都看见什么了啊？
啊，小玉有没有杀人呢？他有没有杀人？你别不说话呀，七鬼！七鬼，你别不说话呀！你别这样，静静。七鬼，我问你呢，你说话呀！静静。七鬼。静静，你冷静点，静静。你，静静。我问你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静静，你冷静点，静静。那你有没有杀猪死病人？那你，七鬼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！啊，就是因为碰瓷儿那件事儿，我们发现罗晶晶家里边挺有钱的。四平就让龙小雨拒绝了罗晶晶的赔偿，获得罗晶晶的好感，求得一个好工作。后来四平发现罗晶晶挺好骗的，他就让龙小雨去骗罗晶晶的感情，以获得更大的利益。四平甚至想让龙小雨跟罗晶晶俩假结婚，然后再离婚，分得罗家的财产，然后他们俩这一生就衣食无忧了。可是很快就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，龙小雨越来越对四平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他真心的喜欢上了罗晶晶，他想甩掉四平，彻彻底底的跟罗晶晶好。四平肯定不干啊，就找龙小雨闹，闹得死去活来的，什么招都用了，可是就是要不回来龙小雨的那颗心。龙小雨为了摆脱四平，就答应他保春药厂扩建工程的那个标的帮他偷出来，这样他们俩就两不欠了。四平他老是忘不了龙小雨，他也忘不了当初他们的计划，他就没到罗晶晶那儿去揭穿龙小雨。四平老觉得龙小雨有一天会回头的，毕竟他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。四平说他在等待机会，机会一旦来了，他就把龙小雨拽回来。四平，我是七棍儿。你去哪儿去了？追债人到工地找我两回了，你去赌吧，赌死你算了。告诉你，这次你死定了，我要看到你不打断你的腿，我不认输。喂，七棍呢？又是你们啊，不在。少废话，是不是在屋里藏着呢？藏什么藏啊？你先进来看。好，走。好。看看看看看，有个屁呀！都来多少次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再来的话，我可要报警了。赌钱也是犯法的，谁让你们跟他赌了？我告诉你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但是你看见他，你给我告诉他。再让我碰见他，我不让他缺个胳膊少个腿，我算我白混。少什么都行，随你们。我要干活去了，你们到别处去找吧。哎，告诉你啊，他要给你打掉，你告诉他。打个屁呀、啊！你手里不拿着他手机呢吗？我和他已经断绝关系了，我没这个堂兄。走走走走走，都给我走，走。哎呀妈，吓死我了！他们又知道我在这儿，嗨。行了你。没出息的货，吃完赶紧走，小雨待会儿就来了。他来，我正找他呢。哥今天就替你出这口气。还吹呢你？哼，你在这更碍事。我跟你讲，像他这种人，你这对他……行了行了，吃完了吗？吃完赶紧走，去看电影去吧。走走走走走，走。一手疼，赶紧走，烦死了。我走我走我走。
平，四平，你别这样，四平。你不是说过了吗？只要我付了钱，我们就两清了。我不要钱，我要人，我就要你人。谁知道你这么狠，真的拿钱来了断我？四平，你有了这些钱，你可以回老家买房子，可以好好做生意，还可以好好过日子。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你也不能总说了不算吧？我很累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四平，我这次来就是画句号的。你答应过我的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你个混蛋！你祖宗八代都是戏子生的王八蛋！你个混蛋老师，你给我背的！答够了吧？我走了。小雨啊，小雨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，你打我吧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小雨，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，我求求你，我伺候你们两个不公开也行，我求求你了，小雨，别走，我求你了。不行。四平，你跟我分手，不值得你这么伤心。好小伙多的是的，我谁也不要，我就要你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们就不该来城里。四平，做不好。哎，小雨，你干什么？四平，你的第一个女人，你忘了吗？四平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我保证。小雨。扣上。小雨，我该走了，四平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。你不要找我了。找我，我也不会再见你。你承认吗？你心特狠，一般人都不会像你这么狠。四平，钱是实在的，别为赌气不要。钱，你要是走了，明天我就让你完蛋。我让七贵作证，证明我们是在合谋骗罗晶晶的家产，你是在欺骗她的感情，你还想跟她恋爱结婚？呸！我让你工作也没有，下门一天都待不下去。就你说的话谁会相信啊？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女人，七贵。他就是一个小混混，
你们随便去说吧，我不怕。没文化才可怕，我豁出去了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罗晶晶不相信我没关系，还有七贵，有张雄，工地上的人，你跟罗晶晶的同事跟我还没断，你别忘了，你刚从我的床上爬起来。你倒是有文化，你去解释啊，有本事你去挨个堵他们的嘴，去说，现在去说，说去。朱四平，你就是个臭婊子。罗晶晶在我心里永远都是个仙女，连提仙都不配。娄少爷，你别后悔，你要是走了我就死给你看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是干啥去啊？我找小雨。哎呀，他这种人不值得你这样。他刚才说的也对，你看你跟钱较什么劲呢？四平，张雄吧。上去。小狐狸，我来了。我有事正要出去呢。老子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和龙小雨最后睡了一觉，告别觉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么贵的手机，应该是他的吧？啊，没关系，谁都有过去嘛。但是山中我不计较这个，谁让我是个有胸怀的男人呢？你出去。你我走啊，你耍我。滚！众人跟你说结婚定金的事儿了吗？啊？我有诚意吗？比龙小雨有诚意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和他分手那是好事儿啊，啊，有一个更有钱、对你更好的男人我，在等着你啊。四平，你平时那么聪明，啊？怎么在龙小雨这件事上你就犯糊涂了？做人总得要想得开一点吧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今天没心情跟你扯。没心情也得扯。你把老子当什么了啊？纹身老子都已经纹了啊，你说你现在没心情跟我扯啊？你看看你还吊这个脸扯这个眼，你把老子当成什么人了啊？为什么该做的人不做，不该做的人全都做？李大清，我什么都比他强，我什么都比他强，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走开！我什么都比他强。走开！我说了没心情。没心情？龙少有心情到我这就没心情了？啊！没心情也得有心情。走开！走开！滚！去！男人没好东西。啊！什么？这怎么了？兄弟。别人，再都别过来！过来，老娘杀了你！四平，都放下，好好说，都放下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看你是不认识老子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哎呦，兄弟，他好像真不行了，送医院吧，兄弟。四平，奇怪，我好疼啊！再去医院吧。我不去医院，我要去医院，小雨回来就看不着我了。
你怎么还想他呢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指着他？小雨，那你回去去吧，你给我钻回去，给我钻回去。不行，咱得上医院。不去，我不去。小雨嘴硬，但是他心软，他一定会回来跟我道歉的。我要他送我去医院，他要是不送，你再送我去行吗？不行，思平，你这是赌命，你赌命，命都没了。找男人就得赌，不全押上就没有赢的可能。奇怪，你看着，我会赢的。不行，咱得去医院。我了解小雨，我们俩吵成这样，他一定会回来跟我道歉的，他会回来的。不行，咱得去医院，思平。去，快快回去，你给我钻回去！你不回去，我这几刀就白挨了。快，快，你给我回去！四平，四平，四平，思明，你说话，思明，思明，思明，你怎么能说？小雨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的。思明，是谁干的？啊？谁？我自己，我惩罚自己。为什么？思明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思明，你为了我值得吗？思明。我要是不傻，我就不会死乞白赖的爱着你。我要是不傻，不会生生为了钱把自己的男人送出去。我是天底下最傻最傻的女人。思明，我咋不说，我送你上医院去。思明，进来。思明，等等。思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雨，你还爱我吗？你说你爱我，我就跟你去医院。你要是不爱我，我也没必要去医院了。思平，你不要逼我了。那你说你爱我，说啊。你要是不爱我，我也没必要活了。小雨，杀了我！不，不，杀了我！说句爱我就那么难吗？
我死，都不愿意说爱我。我成全你，思平，四平啊，四平啊，四平，四平啊，哥对不起你啊，四平啊，四平，四平死了，我就把卡拿回来。这个卡既然是给四平的，我想就把这个用在他和他家人身上。钱嘛，总归是有用的。但是我发誓，我绝对没动过那里边的一分钱，因为这个钱是四平拿命换回来的。别拦着我！真的，别这样。说出真相的那晚，罗青青失踪了。一年多过去了，罗青青杳无音讯。我开始担心我再也见不到她了。那边，那边。
的风啊，暖暖的吹，吹落你眼角一滴泪水，看见你远去，身边无人跟随，这一刻我伤心不能追。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。镜子上的指引，久久没有消退。这一刻，我呼唤，我想你。我已经很累，我没有责备，请不要问我谁谁。拉住你的手，瞬间无语相对，沉默中心与心靠近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。镜子上的指引，久久没有消退。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喜欢。